除了找食材，我們還會學整很多香港特色的小食，正啊！開去，用盡全身力都沒有那效果。燒賣就包好了，我們放進去蒸，八分鐘之後就是我的了。會不會斷的？很多人在看的，是認真的嘛。哇！哇！馬田講粵味，9月26日起，逢星期一至五晚8:30，香港開電視77台。